宋小宝耍大牌风波刚刚平息，今天又爆料称宋小宝已经出轨两三年了，对方是他的女粉丝，和宋小宝同为吉林老乡。据悉，两人是从粉丝对偶像的崇拜发展而来，还为他流传恩赐。小编这里有一段疑似爆料宋小宝出轨语音，让我们来听。我想爆宋小宝出轨，就大概两三年前吧，他出轨了一个他的老乡，然后其实也是他粉丝的一个女的。他在微博给宋小宝发私信，然后后来宋小宝回他了，宋小宝又发地址给他，约女的出来见面，然后女的出来，他们见面就认识了。去年四月份，这个女的为他打过胎，然后而且不是第一次为他打胎，听说以前就有过好几次。然后这女的后来，她已经到去年四月份的时候已经是自动流产的状态了。